南投县啊，好山好水啊，没有条件的时候，空气啊品质会这么差劲的哦。那么依照我们啊有关单位提出的数据啊，我们南投县啊这个空气品质啊，这个 PM 超标啊，一年啊达到啊140几天啊，同时啊这个 PM 的超标量啊，中国排出来的啊，这个 PM2.5 啊，占我们空气污染率的67%啊，可以相当的高啊。所以我们南投县民啊，在这么好的优美的环境之下呢，还要受啊临近县市台中市的火力发电厂的影响啊，我们县民啊，说实在非常非常的可怜啊，受无故之灾啊，污染性县民影响到县民健康的啊，就有污染性的啊，或者就啊有涉及到刑法190条之一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我们提出告示啊，就是啊要用刑法191条来向我们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长，还有总经理，还有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朱厂长啊提出啊告示啊，希望我们这个地检署啊能够明察秋毫。